自我介绍一下。后面音响帮我开一下。有了有了。我叫 Leo， 我叫 Leo， 我叫 Leo， 狮子座那个 Leo， 我是狮子座。好好好，那感谢 Leo， 那你等一下就帮我一些忙，在我还没叫你动手，然后不要张嘴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做这些事情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魔术，大家有没有听过预言魔术？有啊。有吗？预测未来的魔术，预言魔术就是所谓的浴室里面加了盐巴，那就是预言魔术。哦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接下来，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，我们前面有三瓶的瓶子，有我们的 SS 柠檬、SS 粉跟我们的 SS 葡萄蔓越莓，所以接下来我会做一个魔术，我会预测它，等一下要从它中间这个区块，它拿哪一瓶饮料起来。这样没有问题吗？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一些道具，因为我相信这边有两三千个人，这些人的视线会影响你的选择，甚至下面有我认识的人会给我打 pass 做我的暗装。为了避免这情形，所以我准备一个道具。好，给我们道具一个掌声好吗？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测他今天会拿什么了。那我今天就这个挡起来，那我们请你站到这个桌子后面。好，那我们站到这个桌子后面。好，选择你要拿的那瓶饮料，把它举高。好，我们把它举高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这个都是昨天完全封起来的哦。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。我预言是魔术长三品。好，那我要拿出来喽，这也是来弄的。掌声！好了，刚刚是空品嘛，那我们就用一品 SS 粉，感谢我们的 Leo， 掌声谢谢他。我们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哦。大家有没有想要学这个魔术？想。这个魔术真的很简单，学回去你不要告诉别人了，你们自己要想好，以后这个魔术解开之后，人家说都是江湖一点诀，说破不值钱。这个所有的魔术神奇的地方，其实困难，这里面就是有三瓶 SS 的嘛。可是，那我们就是要做这个魔术，我们要确保他选 SS 的 SS 不是那瓶白色那瓶。对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秘密就在这个板子里面，大家仔细看哦。选中间，好，给我们掌声。啊，真的很美。啊，请我们的助手帮我把我的桌子搬上来。好笑了。美女助手负责搬这个，这个有其他的助手。原来如此。原来你刚刚看到。掌声给我们助手。来。都不要扎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叫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，这个是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， 我们外壳看起来绿色，是 A 是维生素的前驱物，所以它等一下我们把它，这是一个温水，就普通的温水，我们把它丢进去，它等一下会发生什么？等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的颜色。那我们先把它放着。接下来，平常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？ 有。有维生素 C 对大家有什么帮助？大家可以列举给我听吗？我们营养班的话，胃酸，可以帮助，可以减少牙龈出血。哎呦，这个未来是医生哦，这是谁家的小孩？举手让我看一下，好吗？哎呦，不是你，你也是小孩，你家的小孩没那么大。好，这个维生素 C 我们就把它丢到水里面。平常我们常常会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个维生素 C 来帮它解毒。那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，让它稍微溶溶一些在里面。刚刚没有讲到水干净透明就等于干净嘛，然后甚至说我们的身体，这就是我们的血液。我们的血液如果平常没有刺的状态，都是清澈透明，都是很好用的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，这是优点，碘就是一种氧化物，它容易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反应。那我们来看哦，
见证奇迹的时刻哦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滴下去，正常水是会变红色。那我们来看结果，我们第一滴吃鸡排，吸到 PM2.5， 老公骂，老婆骂，小孩生气，小孩闹，这样子一杯水是你的血液，你们要吗？各位要吗？不要。那我们来看啊，各位眼睛不要眨哦。怎么样？变成绿茶了。然后，那我们来看，再来会变成什么？鸡排了。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觉得再来变清茶？哦，回来了，回色了。这就是维生素 C，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魔术。这个维生素 C， 对，它可以让我们皮肤白，然后可以让我们不容易感冒，免疫力增强。可是我们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们不持续吃它，对身体还有效吗？我们把它捞起来。好，我们一样，我们捞起来了，我们来看它对我们还有没有效用。我们一样，老公今天又骂，老板又骂，老板还骂两次，非常难过，非常伤心，这样讲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的人生一整天都这样在杯水，这样似乎不太好。那我们来看，骂过头了，给骂过头一个掌声。这个时候就要再吃一点维生素 C 进去，然后它就一样，可以从我们的怎么样，一样变清茶，变回清茶，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在市售看到的维生素 C 可能都是黄色，但其实不是对的。正常的维生素 C 是要这样透明无色的，那才是好的维生素 C。那我们来看，我们前面丢了这个，我们刚刚说绿色会变什么颜色？变什么颜色？好，我们来看啊。哦，大人的非常多。